蒜香麻园史迪哥戏曲由一群长者扭腰摆臀，抹上胭脂，踏着逗趣的舞步，你来我往，呈现早期的农村生活缩影，并将具有农村精神融入戏剧演出，而这戏剧化戏曲就叫做史迪哥。刺桐乡麻园村的史迪哥一度失传近半个世纪，经蒜香麻园社区营造协会鼓励耆老传承，这项传统戏曲文化资产重新找回来。是咱的这个在地文化赛里阿瓜，赛里阿瓜呢，伊的由来是四十几年前，咱望生过一挂耆老吼，伊有咧表演过，但是因为四十几年来，拢是断层，完全拢无这个表演，因为社区的经营、社区营造，把咱赛里阿瓜找到倒来。啊，这个赛里阿瓜的元素，起头是由咱社区吼，由迄个义工吼，女孩子来做啦。啊，女孩子来做的时候，有足侪缺点的，包括一挂俏皮的动作吼，拢会唔敢做，做袂出来吼。啊，尾下再改第二年、第二年之后，改拢查甫的，由男扮女装，啊，男扮女装了，这个效果拢出来。史迪哥最初是农侠之余，增添生活情趣的娱乐活动，后来将整个戏曲戏剧化，表演时有一丑角饰演农夫，一旦角饰演村妇，另有一人带着牛头道具扮演耕牛，演出农耕的状况，而唱词内容表现出当时的生活景况，内容十分逗趣，极富娱乐及教育功能。受到实在老几步，怪我吃老老糊涂。阿你老糊涂啊，老糊涂。学校的课程主题，我们的主题主要在认识云林县的乡土文化。乡土文化其实现在已经越来越逐渐没落了，小朋友其实也都不太了解这一块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刚好利用课程这次机会带小朋友来参观，是让他们一个蛮好的体验。蒜香麻园的史迪哥文化，除了歌舞团巡演，最重要的是文化的传承。结合学校的夏令营，让史迪哥戏曲进入校园，给学童体验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艺术，同时让传统艺术得以传承，往下扎根，永续发展。学童借由此戏曲，了解当时的农村文化。寓教于乐。这次西里阿瓜的传承，我们蒜香麻园哈下乡第一站就是来到六合国小，因为这个西里阿瓜的精神哈，会当让伊传承落去，而
希望后天会更多的小朋友加入这个行列来学这个西雷啊歌，让他们知道这个西雷啊歌就依照农村的时代朴实的生活、困苦的生活，甲牛的安怎互动吼，来耕作到这的田，啊，知影讲，让这的小朋友知影讲，人爱勤俭，知影好安怎努力、勤俭，来学到这的精神，达到这的西雷啊歌传承的目的。对啊，你们都唱什么歌？平常在家还是在哪里？在学校？来，我先说一个小苹果，没有听过。有。对。是不是那时候很流行？对。OK， 那以前啊，以前我们的农村生活，他们这些阿公阿嬷、爷爷奶奶，他们以前的流行歌是什么？就是死离歌。这次来到六合国小，我们是希望说把这个史迪文化可以传承下去，因为我们社区的史迪歌现在已经渐渐没落了，我们是希望说把这个史迪文化可以传承给小朋友，让他们永续可以经营下去，不要没落。那我们这次来看到这些六合国小教学教这些小朋友，觉得说他们的资质都很厉害，然后学习也很快，就是超乎我们的预期这样。史迪歌透过孩童的重新演绎，为麻园社区注入了活力与生命力，透过年轻一代的传唱，将此戏曲文化代代传承下去，让传统艺术转换为日常生活美感的体现。乡麻园摕到这个史迪文化传承，甲六合国小配合，了因的六合国小小朋友，因天生哦，就一种安尼学习很快，因的能力内底，尤其是这个牛兄，这个赛雷啊，赛牛的这个牛兄，他的反应很好，因每一个角色拢扮演得很好，他们安尼教无一两届，因就发到上台词。给他背在头壳里面，不用看那个剧本，不用看那个歌词，啊，大家这样做合作的，这样他们也是玩得很快乐。这孩子哦，在学玩啊，真的天真啦，
要这囡仔吼，原来有足认真伫咧有啦，所以安尼吼表现出来啦，是算讲袂歹啊啦。十工短短十工尔，安尼，逐项拢学起来。阮只会晓拼倒去，老伙仔爱替伊我啦。咱讲正经啦，囡仔吼，因即马咧学上紧，毋是讲咱是大人安尼硬性，因你叫伊创啥就创啥。因一张那白纸，即款上好教。啊，咱大人电脑有影定型啊，迄样咧学，我真歹学。袂歹啦，袂歹啦，有希望。所以讲，蒜香马缘传承真正。这次做了有成功。